这是螺螺。螺螺啊，我怎么感觉像鲍鱼一样？你翻过来。嗯，可能哦。它本来是粘在，它本来是这样子粘着的，可是呢，不知道为什么它被翻过来了。然后呢，它们呢好像会，就是有一种很特殊的行为，就是呢，假设它今天走到那边，它本来在这边，它走到那边的时候，然后它觉得它不想玩了，它就会再这样子走回来。不过好像是它这样下面走的。这样子哦。对。哇，我觉得它粘力粘吸力很强哎。哦，它现在粘住我了。真的，拔得掉吗？拔得掉，因为这個……那还好。好，那就让他回石头喽。好，丽罗再见。再见，丽罗。嗯，你好。